在养老院做数学题的一天。很多人问怎么证明十六大于十九，我只能说这道题太简单了，我们先用历史法来证明。大家都知道2016年出生的大于2019年出生的，二零又小了，所以十六大于十九。咱们用古典法再来证明一下，十六就等于7+7+2，十九等于6+6+7，七大于六，七大于六，二小于七，跟一前一赛马，三一两胜。所以十六大于十九。咱们再用物理法证明一下，这个不是十六大于十九吗？咱把它转过来，因为先然后6=9=1，所以十六大于十九。这说题啊是一点都不难。抖音。